人造卫星叫什么？作用是什么？人造地球卫星指环绕地球飞行，并且在空间轨道运行一圈以上的无人航天器，简称为人造卫星。卫星主要有三大作用：一、无线电信号踪迹；二、对地观测平台。这类卫星有气象卫星、地球资源卫星、侦察卫星，称为对地观测卫星。三、导航定位基准，这类卫星有导航卫星、测地卫星，在这些卫星上装有光信标灯、激光反射器和无线电信标机、应答机等等。